哇！我歌词票成真了！哇！看那一场盛大的烟火，从星空。这一切都是你准备的？ 这个帐篷也是你亲手搭的，看来你磕的 CP 啊，要 emo 了。我搭的时候挺结实的，老板娘，哎，老板对不起啊，你等等我。 没有，只是看不成超级月亮了，只能等下次。18年后，好，那我们就约在18年后，再一起看超级月。 苏妍希啊，苏妍希，你该不会是对他？现在给安安打电话，安安不会下来砍我吧？ 舍不得自己，套不着狼，不英勇就义，得不到孩子他娘。嗯。啊。装好了。啊。好。哎，奶奶。西西。西西啊。嗯。和西城和好了。嗯，奶奶。 我和西城就一点小问题，让您操心了。我知道你和西城肯定会和好的，我看好的姑娘准没错。哎，对了，你和西城在家好好待着，我和小梅呢，我们两个，出趟远门，然后呢，过几天就回来。嗯，哎，奶奶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要不让西城开车送你们吧？哎，不用不用，麻烦，就是远房的亲戚。 家里头啊，添了个重孙子，让我们过去呢吃个满月酒，庆祝庆祝。西西啊，嗯，你和西城好好在一起，最好等我回来，让咱们家也添个一人半口的。
奶奶的心愿呢、啊、也就算了了。奶奶啊，你们要回老家啊？啊，那我开车送你们回去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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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嗯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奶奶，走吧。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吃什么？我给你煮。嗯，今天我来煮，你就好好坐着，什么都不要动，尝尝我的手艺。你？也许是意外，也许是天气在搞怪，为什么每次遇见你都会莫名愉快。你确定你可以吗？需要我吗？我学着习惯，我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。喜欢可是你忽然的转身就掀起波澜，这幸福一点一点等着寒风吹来，一层一层好像浪花绽开，好像我就要对你告白。怎么办，不走不走跳着心疼解开，晃悠晃悠走过你的窗台，终于轮到我带你去恋爱。也许是意外，也许是天气在搞怪。来，这是蔬菜群英会。什么？就是蔬菜会的别称。哦，哎，不过啊，这可是我家的独家秘方，既保留了蔬菜的鲜香，又富含维生素多种营养。来，尝尝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好吃到流泪？嗯，西燕楼的秘方果然不错。对啊，我就和我妈说西燕楼的外卖就是这道秘。早就发现了，趁我不注意叫外卖，开门的声音我都听到了，好吗？乖，以后啊，不用你下厨，我都会把你喂得饱饱的。谁要你喂？我自己能吃饱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慢点吃。西城，以后我们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和你吵架这几天，我真的好累好累，在工作上受到南宫的排挤，又不被你信任，我真的委屈死了。对不起，谢谢。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我确实不应该在工作上和南宫直接敌对，毕竟
他的工作经验远胜于我，不过我也不会认输的。等明天回到公司，我一定好好发挥自己的实力，用能力和作品战胜他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吃饭。嗯。啊。那我先走啦。去吧。真是有异性没人性，有老婆没兄弟啊！你说什么呢？我胡说。昨天晚上在草坪上，一会儿那样，一会儿那样，然后突然，司徒副总，你是不想在花园混了吗？哎呀，从昨天你不接我电话开始。你这个老板，我就不想要了。是不是又是因为西西的闺蜜啊？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老板，一个包，一天带薪假，让我去追女朋友吧。好，给你两天，滚吧。老板万岁！但是，在新产品上线之前，必须保持电话通畅。放心，走了。还是不接。先生，您的目的地已经到了。你干嘛总给我打电话？我都说了，你别总骚扰我。你干嘛？我手机呢？是不是你拿我手机？这是我的手机。你刚刚上车的时候，我还问你是不是到金泉，你还对手机念了一遍。手机一直在你身上，我动都没动过。那我手机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就是你偷我手机。我没有。你不把手机给我，你不让走。我都跟您说了多少遍了，手机真的不在我这儿。不要走，不给你就不要走。你别动我！你再这样，老子可要说你身了啊！流氓，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。你报去，看警察来抓谁？不可理喻！哎，那你别走，你别动我！竟敢还手啊你！啊！
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干什么？司徒小心！司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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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给我起开！臭流氓！去死吧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干什么？在这打架！你手机给你。先生，没事吧？走。刚才，谢了。没关系，应该的。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，小意思。还有就是，以后遇到喝醉酒的，还有气质猥琐的，你就别接单了，咱不挣这个钱。嗯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安安，我有话对你讲。我是生病了，我也要吃药，但你不是我的药。人生病了就要吃药，病好了，药就不是必需品。但对于我而言，我永远需要你。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替代品，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是陆安安，我是真心的。安安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可能不会相信，没关系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相信为止。回家注意安全。要不要上我家来上点药？安安，没关系，我是真男人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我自己回家自己涂就行了。Yes， 蠢死了，单着吧你。大设计师下班了，我暂时还不能回去，你先回家吧。哦，就一个字啊，气人。
上汤小云吞好吗？还不快点上来。南宫总监，如果因为工作上的事情，抱歉现在已经下班了。如果因为个人私事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。你就不想知道我和西城到底是什么关系吗？不想。你们之间什么关系，我不想知道。西城说了你们是老朋友，既然已经是过去式了，那我就不想再多关心。我是他曾经爱过的人。这样你也觉得没有关系，你不在乎，可以接受吗？150倍的时候，镜头还比较清晰，但到了225倍，就会变得边境模糊。还是叫老纪他们过来维修一下吧。对了，昨天的方位度数有记下来吗？南宫，哦，我好像记了，在这儿。是这条吧？哟，又只有你们两个呀？哎呀，你们这是修镜子呢？还是趁机约会啊！西城，你是真喜欢人家吧？你喜欢人家，你就上啊，对吧？就是。这次仙女座红月亮，虽然比不上传说中的超级月亮，但也是一次非常好的观测时机。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观测时机。我们当天晚上谁值班呢？哦，是我。那你一定要好好把数据给记录下来。嗯，没问题。我觉得不能让南宫一个女生去啊，得再派个男生，对吧？就是啊，就是让一个女生去像什么话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我和南宫一起。超级月亮本来就是我和西城的约定，你以为抢走了它就真的能得到他吗？你以为住进了顾家就会是他一辈子的身边人吗？西城藏在心底的那个人是我，不是你。他心里藏着的人到底是谁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你们之间的事情，顾西城自己会告诉我的，你用不着和我提那些往事。南宫，又怎么了？工作上又遇到不顺的事情了？还不是因为你那个贺小姐？我真没想到。他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，人倒真是块硬骨头，
竟然在我面前还咬牙撑着。好，我就让他看看，到底谁更硬。南宫，别再继续下去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只会两败俱伤，或者受伤的人只有你。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吧？南宫，如果你是站在我这边，就不要再阻止我。如果这场战争我输了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开车，带我去个地方。我要拿回我原来的东西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不能输，我也绝对不会输。怎么还不上来？你怎么才来啊？产品设计不用那么着急，距离上线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。来。怎么回事？是研发部的人欺负你了吗？还是南宫和你说了什么？我让司徒把他叫过来。我相信你。什么？顾启程，我相信你。如果南宫琉璃是你的前女友，请你处理好和她之间的关系，再来找我。